这个视频老师要跟你讲一讲二次函数中的一类经典问题，构造梯形。它通常出现在代际综合题的最后一问中，只要掌握了它的求解方法，你就掌握了值12分的中考神技能。来，我们一起学习一下。比如这道11年山东的中考题，前面这两问比较简单，时间宝贵，为师就直接给出第一问的解析式和第二问的最小值，然后进入今天的正题。如图所示，已知这条抛物线经过这个点 A、 这个原点 O 和这个点 B。 问题来了，在此抛物线上是否存在点 P， 使得以点 P、 点 O、 点 A 和点 B 为顶点的四边形是梯形。如果能，求点 P 的坐标，如果不能，请说明理由。那点 P 存在吗？下面就详细分析一下。连接线段 OA、 线段 OB 和线段 BA，其中没有平行线，所以都可以作为梯形的底，也就分为三种情况。如果以线段 OB 为底，那就经过点 A 做 BO 的平行线，这个交点就是点 P1， 这就得到了第一个梯形。接着如果以线段 AO 为底，那就经过点 B 做 AO 的平行线，这个交点就是点 P2， 这就得到了第二个梯形。最后如果以线段 AB 为底，那就经过点 A 做 AB 的平行线，这个交点就是点 P3， 这就得到了第三个梯形。这样你就找到了所有的 P 点，接着就该求出坐标了。先看第一种情况，显然下底 AP1 与上底 OB 平行，也就是与 X 轴平行，所以这个点 A 的纵坐标就是点 P1 的纵坐标，为负4。又因为原点 O 与这个点 B 是关于抛物线的对称轴，也就是 X 等于1对称的，所以这个点 A 与这个点 P1 也一定关于 X 等于1对称。那从横坐标负2到横坐标1可得这段距离为3，那从横坐标1到点 P1 的这段距离也为3，于是1加3等于4，这就是点 P1 的横坐标。求完第一个点 P 的坐标，接着看第二种情况，既然下底 BP2 与上底 AO 平行，那直线 BP2 的斜率就与直线 AO 的一样，有点 A 的坐标和原点 O 的坐标，可以求得直线 AO 为 y 等于 2x。 既然斜率等于2，那直线 BP2 的斜率也为2，不妨设解析式为 y 等于 2x 加 c2， 代入点 B 坐标20，得到这个方程，解得 c2 等于负4。那直线 BP2 就是 y 等于 2x 减 4， 这时求点 P2 就好容易了，对吧？这条直线与这个抛物线联立方程组，可解得 P2 的坐标为负4负12，搞定了一个点 P 的坐标。就剩最后一种情况啦，既然上底 OB3 与下底 AB 平行，那直线 OB3 的斜率就与直线 AB 的一样，有点 A 的坐标和点 B 的坐标，可以求得直线 AB 为 y 等于 x 减 2， 既然斜率为 1， 那直线 OP3 的斜率也为 1， 不妨设解析式为 y 等于 x 加 c3， 代入原点 O 的坐标00，可得这个方程，解得 c3 等于0。那直线 OP3 就是 y 等于 x， 这时求点 P3 的坐标就很容易啦，这条直线与这个抛物线联立方程组，解得 x1 等于 x2 等于0。既然解得 x 等于0，说明这个点 P 与原点 O 重合，直线与抛物线相接，这不是梯形，舍去。综上所述，只有这两种情况符合题意。好了，最后来总结一下，以后你再遇到构造梯形，那在图中这三条边都可以作为底边，所以要分类讨论，而上底与下底平行，所以两直线的斜率相等，于是先求斜率，再求直线解析式，最后与抛物线解析式联立方程组，求方程组就可以了。